富里乡迷你村将百年老烟楼建筑空间场域结合在地人文农产业重新活化再利用，成效非常好，但却不抵疫情洪流加上0918强震，区域桥梁交通中断，导致业者萌发退场。县议会农业小组总召黄玲兰高度关心，特别到场考察。糯米加入甜根子或者南瓜等农产，手作道地客家小吃。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春游今天专程来到富里乡明里村烟楼，体验在地饮食文化。身为在地我们花莲人啊，我觉得一些我们在地的一些深度的旅游非常非常的好哦。那我在这边也很希望透过这次我们协会办的这个活动，然后让协会的会员姐妹跟顾问以及更广大的我们花莲的这在地的居民大家都能够来这边来去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跟一个这样子的场合。富里乡明里村百年老烟楼建筑场域结合在地人文农产业重新活化利用，成效卓著。不料碰上三年疫情的冲击，再加上两年前0918强震、区域桥梁交通中断、再不工程尚未完成的双重打击，致使的业者萌生退场。县议会农业小组总召黄玲兰率小组成员到场考察关切。我们是农业小组的考察，那我们以刚好也结合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来到明里这个旧烟叶楼的一个参访哦。其实我们很希望花莲有很多传统的农业能够获得这个在一些技术上的一个保存，那很多旧的建筑希望也能够有一些活化。那今天把这个一个团体带进来做参访跟手作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身为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议员的张美惠议员也因此特别推荐明里老烟楼体验游程，在地人总召黄玲兰也高度关注，主动安排县地考察关心，期盼能提供协助为明里老烟楼经管困境请命。我希望说县政府要加紧的一个脚步来协助这个地方，我们富里乡有这个特色的一个农村的文化还有客家的文化，他们来这里都是体验客家的一个米食的一个文化，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要求就是花莲县政府一定要来支持在地的年轻人回乡来服务，然后怎么样保存当地乡里面的一个文化。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来农业小组来到这里，我们全力的支持我们也跟这个周小姐说，你在这里经营非常辛苦，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很愿意来帮她。与老烟楼建筑空间长于承租20年的业者低调表示，在疫情以及赈灾双重冲击下，经营陷入困境，计划在明年退场。记者石玉兰，富里采访报道。